们是精灵家族。嗨，朋友们，精灵姐姐来喽！嗨，是伦伦，我们是精灵家族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到了拍马乐豆。请问这是一家凤凰网？咦，伦伦，你喜欢凤凰吗？喜欢。那我在里面可是设置了一些挑战，你有勇气挑战吗？有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你的表现吧，走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哈哈！朋友们，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项独木桥挑战。那为了测试一下罗罗的平衡性，那我们就先来做个热身，怎么样？好。那我们从中间跑到两边，谁一快谁就赢了，好吗？好。哎，你往那边跑，准备好了吗？拉哈拉哈。三、二、一，出发！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！哇，呜呼，同时，太厉害了吧！那我们正式的开始第一局的挑战，看谁先被推下桥。留给精灵姐姐推一下。准备，出发！我先让他一下。推我吧，我感觉根本推不下去。加油啊，罗罗！你使劲了吗？使劲了。可以到我推你了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那我得可以。了吧，下一局我还是让着点他吧。第二轮，罗罗，谁先把这个拿到并打下去，谁就赢了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出发！呀呀呀！他把自己给抡下去了，所以独木桥之王就是我。喜欢玩滑道吗？喜欢。一点都不怕啊。那我们就来看看罗罗的表现怎么样。拿一个圈圈走喽。天哪，他感觉像一个大宝宝在我的怀里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你抓紧哦，我们要出发啦，跟我一起倒数。是有点害怕的。接下来的这项挑战呢，我们已经穿好了装备，这是玩什么的呢？梅花桩。梅花桩。上一次罗罗呢，梅花桩只爬了3到4层，这一次你要爬几层？5层。5层。好一个挑战，那我就在第5节梅花桩等你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加油 ，Go！ 加油，罗罗，这是第2格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你可以的，你是小勇士，对不对？对，上来吧，晶晶姐姐，我害怕你扶着我。没问题，加油，你可以的，罗罗，上。哇，加油！我在这里等你哦，晶晶姐姐，我很好的，我扶着你，加油，加油，罗罗加油，最后一个，
燕姐姐，我害怕，我害怕。没关系的，你只要坐上去就挑战成功了。快来吧，你是男子汉，加油哦！只要坐上去就可以，只要坐上去就可以。站起来，先站起来是第一步。对了，然后两个手摸好，我在下面拖着你，好不好？你只要坐上去就可以，好吗？来，脚脚上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坐上去就可以了，只要坐上去就可以了。我想爬上去，爬上去。那你坚持住，然后跳下来，好不好？那下来喽，三、二、一，下来喽！这都能摔倒？好吧，这一次挑战失败了，换我吧。接下来到我喽。哇、哦，其实我有一点点害怕，不过我很厉害的。呼呼，很简单。啊，罗罗，你要不要给我加油？加油，晶晶姐姐加油，晶晶姐姐加油，晶晶姐姐加油。往上一点点。哦，这是罗罗的高度。加油哦，晶晶姐姐加油，晶晶姐姐加油。啊，我只比罗罗高了一点点。姐姐加油，晶晶姐姐加油！不行，我要下去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三、二、一，耶！哇！啊！怎么办？我和罗罗的挑战都失败了。啊！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的探访之旅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们喜欢的是我和罗罗的独木桥 PK 决斗士，就留言一；如果喜欢的是我们两个非常疯狂的汗血滑道，就留言二；如果是非常挑战勇气，两个人都失败。